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儿时和爸妈的合影。这时候的小布什还在上小学。左边的老布什总统2018年11月30日与世长辞。享年94岁。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奥巴马总统还被母亲这样抱住。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普京小时候长得英气逼人，这么小就有领导气质了。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各国元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查尔斯王子和母亲伊丽莎白二世，这时候还是公主，查尔斯王子正在开玩具车。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妈妈妹妹的合影，一家人都是美女，你们猜猜哪个是伊丽莎白？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各国元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猜猜这是哪个国家元首？老照片，元首的儿时照片，巾帼不让须眉，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小时候可爱的照片。我是新星国际，欢迎关注。